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0年4月4号东澳站，东澳站15:23出发的是5450次将北回线，开往花莲的云绿色新闻信号1950行车网区间快车1NU901在东澳站关闭车门，下一站南澳站。南澳，南欧，下一站南澳站，就是原要通过站之后，下一站就是南澳站，东澳、南澳这样。出隧道，
南澳。南澳。快到。南澳，你要到了。南澳，没错。南澳站快到了。左侧开门，左侧开门。下车时，请您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。Please mind the gap. Thank you. 5450次将北回线开哦。花莲的巨人快车站，南澳站停好。然后下一站和平站。交汇区间快，这个已经是区间快，帅，好酷、哦！开启车门，谢谢各位安全，拜拜。